手牵手走路本来就是稀松平常，但是就是很，我觉得这种小事情，你们叠罗汉，我觉得这有什么好拿出来说嘴的？我觉得你错是错在你应该征求人家的同意，说好你再撕，或者等他走了再撕了。可是走了之后再撕，我觉得非常不对。Hello，Hello，小孩子回来啊！我说实在。哦，来了，你知道 Selina 哈 ？Selina 跟你的差别是什么？什么什么？你们俩都是美女，但是你做梗，我认为你做梗是为了效果。对，例如说你那一次骂我憋三，其实是为了效果。是啊。好了，只有憋三是真的，其他都假的。但是我念一下歌词哈。好，这个是很多康熙来的跟我一样的心声。OK， 我一直在等你。我从未忘记你，虽然你去生产还换了 Selina 来代班，我一直在跟你。这是歌词内容吗？没错，这根本就是表面的话。不是，这意境很直接哦。这成分表也会写。我跟你说，上通告太忙，没有空闲。你跟他聊天的话题拿出来。我先讲一下，这首歌是我《天使》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是我仅次于我愿意最爱的歌，但是天使专辑第一主打歌没红，何况是第二主打，所以我就把这首歌拿来，这首歌叫我一直在等你，改歌词，对，然后这首歌其实有一个地方也非常喜欢，就是棺材店，因为他一直在等你，来，然后第二段是我一直在等你，纵然我有些抗拒，知道你回来以后我的日子会更不好过，没押韵，没押韵，没押韵。只要大家都开心，我一直在等你。哇，非常感人的音乐，你要不要接受？我搞不好你会流眼泪。要不要看陈汉典？听一下，听一下。那个老师 GK， 我看着你。我一直在等你，我从未忘记。纵然你去生产还换了 Selina 来代班，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在等你，纵然我有些大家都开心，我一直在等你。接吻，接吻，接吻，接吻！哇！接吻，接吻，接吻！有必要？这句话给我说，有必要吗？没有，我是真诚的，欢迎沈琳，很好听。你这个老奸巨猾的东西，为了上通告，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不是我讲错，我再讲一次，我是真诚的欢送 Selina， 欢迎小 S。啊、哦，谢谢老师。歌还是很好听耶，挺好听，好听。词是很差，就是、没有嘛？但是我觉得一个，只是刚才那几点我觉得一个大师愿意把他的歌毁掉，然后来欢迎一个人，其实我觉得诚意可嘉。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骂我？很少人有专版讨论的，真的吗？陈汉典都没有吧？其实我因为说实在，我不太看网络，因为是我觉得看网络，别人骂你你会难过，也会看到别人称赞你会开心。嗯，李连杰有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你现在是要拿自己跟李连杰比，别人骂你，别人说你好，你开心一个礼拜；别人骂你不好，你难过一个月。我们都变成别人笔下的奴隶。嗯，然后李连杰还有讲过另外一句话。兵不厌诈，这是战争。无聊啊！现在有点神经病。我正在为戏剧之路铺。对，哦，对，要演八点档。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时候会怕看网络，就是说，我觉得网络上面的是是非非啊很多，而且大家都匿名嘛，对，也不知道大家讲的是不是真的。对。但我最近呢，因为有这样的风潮，我去看看，哎、啊，觉得还蛮压抑，蛮好玩的啦，好玩，好玩。看点就不用看了，时间应该够了吧？啊，真的就没了。反正你以后不是都会留下来吗？我等了很久哎，我想说终于到我了，辛苦你了。好了，差不多，我真的也饿了。不是吧？
好，那很高兴为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徐艺弟不在的时候呢，我们发生这些好玩的事情。真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以后还是继续捧场。我觉得好高兴，我觉得这种感觉轮到汉典身上去，我觉得好棒。好，以后请继续支持我们康熙来，谢谢陈汉典，别太难过了，你在康熙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陈汉典有一条新闻标题叫做汉典旋风刮进佛光大学。哎呦，标题真的吓得这个疼，吓得是不是吓得好啊。他的新闻结果就是比两位大哥的新闻分量多了5倍左右。哇，爬起来了，你喜欢一直抱着？你这样抱着什么意思？干什么？可是你不是一直跟我们说你的部落格的点阅人数是整个闷锅里面人数最多的？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用部落格，他们用了我真的嫌我们老派嘛？我们不会用电脑，开机怎么开都不会开。陈汉典，听我说，所以你两位好同学，嫌你先苦后甜，你将会很好。在我们这边真的被宠坏耶，真的，什么大哥大姐都要称赞他两句。对，所以我们现在也站着，看看能不能把他干掉。汉典，我一直看中他，真的吗？因为他的鼻相、他的下涵，那天庭他的眼神，是，都是非常有气概的男孩子。而且我相信他将来的事业运哦，是非常的昌旺。真的吗？非常好。他现在谐星如果一出道就跟在朱雨欣旁边的话，你放心了，同一辈子了。大哥，康永哥，你做轮椅出来，你终身成就奖了。他是主持人，我告诉你。我飞快的把轮椅谢谢，谢谢，飞走。对我们演艺圈的贡献，谢谢他。这个老板，你好讨厌。真的没有办法再让你出现在这里。康永哥，我在做效果。斩草要除根。漫长的等待终于盼到小 S 归队，综艺天后的魅力绝对不会辜负众人的期盼。康熙来了全新气象，将带给大家更多欢乐，更多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敬请期待。